到西井好像去了脑血管中心咨询，是酒精性失智。什么？空服员逃生影片我拍过几百次，闭着眼睛也能做到。像是第一次滑滑梯一样，连打开紧急出口的方法也要背。确实是酒精性失智。健康检查是上星期您自己申请健康检查的。我没有申请哦，被发现不是阿姨了吗？该来的还是来了，楚龙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善良魔女传》。